各位乡亲，大家早上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真让人欢喜的日子。这个公园早前是兵营，较早我伫遮咧做士兵，就是民国79年六月十八，做到87年12月25日，我都做8年半。迄阵啊，就咧讨论讲，到底遮个兵营要迁啊，已经是基山开始要起啊，啊，这地要做啥？事实讲，迄阵我心目中的愿望是遮来起高雄大学啦，吼，啊，搁附设像台北中正纪念堂的两厅院。但是真侪市民甲我讲，大学个也使刷位啊，啊，遮来做公园正好哦。所以基本上，我是为想公园、学校、文化、运动的建设，应该无分色彩哦。所以建设，我感觉这個公园足好个啥？伫国民党执政的时代，哦，我做市长，连战做行政院长，李登辉做总统，这个军营要迁，啥物人拍板定案做公园？李登辉，我跟你讲，贵下，今日登辉先不伫遮，你来个拍花者，我跟你讲，伊咧做总统。现在哈，高雄市县是一家了，因为咱在推动高雄市关爱合并，所以高雄市县的合并扩大，对高雄市有利，对高雄县也很有利。所以我很欣赏杨秋兴县长跟陈菊市长在高雄市县合并当中竭力合作，使合并案能够成功。所以我希望市县合并，高雄潜力无穷，都会公园设立，市民受益。我们现在推动各种经济贸易的建设，希望市跟县全力配合，立法院全力支持，让2642亿的预算能够将来为大高雄增添竞争力，要上国际舞台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健康快乐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